可能是他的，你还拍什么东西？要拍啊！他伸手了，伸那么热闹，我看出来了啊！太丑了，太丑了！哎，看什么？给我看！我们先走，上课。发生什么事啊？ 哪里来的？在布告栏上，很多老师和同学看到了，到底是不是你说出去的？绝对不是我。那会是谁？谁呀？没人知道我家的事，我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请假？对不起，不应该误会你。早安，夏老师。早安。早。 时间到了，你们都站在教育的前线，是塑造年轻一代灵魂的工程师，你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。肖老师。 校长，你在笑什么？没有笑。你明明是在笑。我刚才说的话很好笑吗？抽筋。再过几个月就是欧水准会考了，你们都是有经验的老师，你们应该能体会到，会考不仅仅是学生要去面对，老师也不能置身事外。 校长说的没错，你们都是中四中文班的老师，接下来几个月要努力冲刺。我对你们有很高的期望，你们要好好督促你们的学生，务必要达到最好的排名。别忘了之前我们提起过的，这也是你们今年的 KPI。 葛老师。 你们要积极点，努力一点，不要辜负了校长对我们的期望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。葛老师，可以回去上课了。肖老师，啊，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，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校长一定是看到布告栏了。是校长。 校长，坐下。哦，我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想找你过来确认一下。对不起啊，不想隐瞒的，只是因为没人问过，所以我一直没说。这事情你怎么看呢？为什么你不加以阻止呢？
我不知道是谁啊。你是他们的班主任，这件事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年底就要会考了，你应该加紧对学生们的督促，尤其是你那一班让人头痛的学生啊。刚才你说的是指会考啊？现在想到学校的 KPI 啊，就让我吃不下睡不着，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担心害怕的。我还以为你在说我的事。学生的事就是你的事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一定会加紧督促，让每一位学生都参加年底会考。根据以往十年的统计，中午的学生参加欧水准会考，你知道及格率有多少吗？50%啊，也就是说两个学生去考就有一个不及格。我知道很困难，可是我一定会督促他们，给他们补习的。没用的，肖老师，我们要务实一点。你的意思是让学生们放弃会考，免得他们浪费时间准备会考，最后还是徒劳无功。就凭以往的数据否定他们，是不是太武断了？这关系到他们的未来，我们应该给他们机会证明自己。肖老师，你以为最后几个月的恶补就可以让他们成绩扭转乾坤？你会不会太天真了？校长，要我做出这么样的决定，我也是很无奈的。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啊，成绩考得不好的也有他们的出路。哎，眼睛里的东西出来了，舒服多了。流了那么多泪，当然舒服了。五D班的学生如果把蓝天学校的 KPI 拉下来，我就真的以泪洗脸了。你要记得，五D班是决定蓝天学校整体会考及格率的关键。为蓝天学校大局着想，你要说服五D班的学生放弃会考。有谁能回答？你来。买名牌，穿名牌，用名牌。金钱至上。吃东西就一定要去高级餐厅，笑贫不笑娼。No money, no talk. No money, no honey. 资料上面说，拜金主义是近代兴起的一种价值观，只强调金钱的重要性。强调金钱有问题吗？成功才会变得有钱，所以大家都追求成功啊。成功是什么？怎样才算成功？拥有多少财富才算成功？缺少什么才算贫穷？这些问题都没有绝对的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主义和定义都不同。既然没有标准，为什么还要批评拜金主义？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唯利是图，把自己利益建立在别人痛苦上，那这些人都不会被认可。老师，为了钱破坏别人家庭幸福，也算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痛苦上，对吗？老师，那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叫什么？是不是叫狐狸精？这些跟我们上的课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啊，你们很奇怪耶。我们又没有针对任何人，除非有些人做贼心虚，自己对号入座。老师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是不是叫狐狸精？破坏别人美满婚姻的人是我们所谓的第三者，俗称狐狸精。那狐狸精生的女儿又叫什么呢？老师，你答不出来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答不出？狐狸精生的女儿就叫小狐狸精。哦，下课了，起
吉利。谢谢肖老师。我蒸了你最喜欢的迷你发糕。我不要。你发烧了？没有。我蒸的发糕你不吃有两种情况，一是你生病了，二是什么？也是生病了。今天的发糕味道调得刚刚好，不吃可惜哦。你烦不烦呢？我说我不饿，我不想吃啊。珍玲姐啊，你的手艺啊实在是没话说。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春丽今天怎么了？她今天心情不太好。她晚餐吃很少对吧？就是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方便说。发糕叫我去卖朋友，其实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我的发糕！那么晚了还看电视，你吵醒我的当当呢。睡不着，我在想有谁可以陪我去吃夜宵。没兴趣。哎，我知道有间台湾小吃的味道很好的。不想吃。香喷喷的卤肉饭，热腾腾的大肠面线，脆滋滋的炸鸡排。不吃不吃不吃。吃慢一点吧，我们又不赶时间。嗯，哎，不要动。哎呀，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就会用吃来解决问题。啊？吃怎么解决问题啊？假设它是你心里面的问题，然后解决了。就这样啊？试试看吧。没事吧？能够重新喘气，感觉真的太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。不关你的事了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方法有点鸵鸟心态，在逃避问题啊？五十步笑百步。你说我啊？我逃避问题？说来看一看。不说，我不想自讨没趣。你现在的心情不适合听。我现在大吃大喝，精神好得很。那你不准生气啊。嗯，不生气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啊，很善解人意，很会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着想。可是遇到你父母亲的问题，就变得钻牛角尖了。对不起，我说的话让你难受了。你以为你住在我家就可以随便说我家的事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凭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从小我就活在别人鄙视的眼光底下，那些人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向我妈吐口水，用不堪入耳的话羞辱她，嘲笑她，这些事你又知道多少？其他的小孩可以堂堂正正有个爸爸，我却不行，在外用餐要订厢房，去了之后还要一前一后离
来，一直以来，我妈妈只是默默忍受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她是我最爱、最心疼的人。每次看到她委曲求全、完全不反抗的样子，我的心就会很痛。为什么我最爱的妈妈是破坏别人幸福的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放我！原来是私生女，母亲做情妇破坏人家家庭幸福，她教公民道德会不会脸红？叫她去教假道德一定得心应手，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人，人家讲什么你们就跟风去讲，有没有水准？那为什么她不出面澄清？清者自清，他干嘛跟你们做同事？无聊，应该去查出是谁在演戏，去当演员啦。红星大奖，黑星大奖就有份。还以为他很纯情，原来是装的。学校教他去教假道德，有人这么喜欢八卦？他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。无聊，破坏人家家庭幸福，以后他有大道理。虚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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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虚他。春丽，该起床了，要迟到了。春丽，起床啦！啊，七点啦，快起床！起床啦，七点。春丽，发烧了。几点了？房间在转，你发高烧，我妈带你去看医生。我要去学校，生病了还去学校？现在要考试了，不能缺课。我跟你量体温，要是发高烧，你就必须留在家里休息。我有退烧药，吃了就没事了。夏老师，这张是愿意参加会考的名单，这张是不想参加会考。只有八位同学愿意参加会考，不愿意参加会考的同学可以告诉我理由吗？为什么要放弃？晨曦，一定考不上的，不想浪费时间。聪明，这样就不会失败啦。老师，我想了很久，最后我……哎呀，你想什么想？你成绩比我差，一定不及格的。会考太无聊了，我不想全都拿 F。就是哦，到时没面子。我们现在谈的事情关系到你们的未来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未来是做梦。我很认真的不及格。认真点，坐下来。国辉，告诉我为什么。你们一个两个为什么要妄自菲薄？没错，会考有一定的难度，可是你们还没尝试就要放弃，是不是太轻看自己了？
老师，我们了解自己。你们了解的自己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吗？遇到困难就放弃，遇到挫折就退缩，你们想要变成这样的人吗？老师，你不要在这里讲大道理了。对呀，我们听了很辛苦的耶。要讲大道理，先看自己有没有资格。安静，说话不要太过分哦。肖老师，你不舒服吗？嗯，有点头痛，昨晚没睡好。邓老师，你有没有办法让我说服学生参加会考？你的班上有人不参加会考吗？70%不愿意参加。也许他们有自知之明吧。我觉得他们是自卑，没有信心。会考这么重要的事，他们应该是想清楚了才做决定的。有些是想逃避，所以干脆放弃。既然他们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。可是他们现在还在学习，是成长的过程。现在碰到问题就随随便便放弃，将来进入社会，大概也会用这样的心态去处理事情，到时候也没问题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喂，好的，肖老师，我亲戚的孩子病了，我得过去帮忙。今天的辅导工作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拜托了，肖老师。谢谢你。看到什么？一堆问号。的确是有很多问号。最大的问号，李国辉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，为什么要放弃会考？以你的成绩，应付欧学长会考绝对不是问题。参加会考为了什么？升高中，上大学。为什么要读大学？不读大学就没出息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是如果你将来要成为专业人士，大学是一个场所，一个被认可的场所，比较有系统有机制的把人栽培起来。我就是不想当专业人士。为什么？国辉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老师，你不要再问我，也不用再劝我了。我决定不参加会考。老师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谢谢肖老师，老师再见。你是邓小姐吗？是，我是 Alice。 你好。因为屋主明天要出国，所以换成今天看房子。今天看更好。那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嗯，这里的房子看起来不错啊，应该很抢手吧。徐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我刚巧路过，碰到认识的人，所以过来打个招呼。 Alice， 你先上去，我待会再来找你。啊，没问题。徐老师，你为什么跟踪我？哎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每个人都可以来的，我来是我的自由啊。倒是邓老师，你不是说有亲戚的孩子生病需要照顾吗？你偷听我说话，你太差劲了。肖老师好像很信任你，虽然你不认同他对学生的看法，可他还是把你当作可以说心事的朋友。如果让他知道你是在利用他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你想打小报告，你尽管去说吧。破坏别人形象的事我不擅长做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与其把天台空着，不如给你信得过的人用。我不是慈善家。如果我想做点好事，同时也是在帮你呢？我们不会白用天台的，一定每天打扫，保持整洁，把人气带进去。以后如果跳绳队出了名，连带着你的天台也会出名，那你就可以以更好的条件租出去。举佛万度举佛万度举佛万度举佛一万度举佛万度举佛、啊、不行啊，脚没力了，我也没力了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老师，晚上练习太辛苦了，很累。练习的场地已经有了，以后再也不用等到晚上练习了。那个场地是邓老师特别让给我们的。你哪里找来的租金？我跟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反正他的天台也是空着，就让大家用一用。免费使用？当然不是，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以后就知道了。太好了，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老师，那我们几次去看那个地方？今天明天？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肖老师，肖老师，肖老师，你没事吧？他烧得很严重，晨曦这里交给你了。知道。会考。你说什么？参加会考，你听到了吗？会考啊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自己生病了也不管，只懂得把学生放在第一位，真是笨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早上叫你去看医生，你就是不听话。刚刚看了医生，还打了针，没事。志玲姐，医生给了她两天病假，叫她好好休息。如果按时吃药的话，应该很快会没事的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有你照顾她，我当然放心了。我去倒水给她吃药。从现在开始好好休息，学校的事不用太操心，我会替你代课的。谢谢你送我去看医生。不客气。还有啊，我在车上好像听到有人骂我笨蛋，是不是你啊？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听错？明明听到笨蛋这两个字。就算没有听错，也是笨的可爱的那种蛋。快点躺下吧，来，好好休息啊，晚安。你们的努力可以改变这个时代。有谁曾经说过，我要改变时代？ Steve Jobs。 没错，大家都知道他吧？羡慕他的人举手。羡慕他什么？羡慕他是苹果执行长，他很有钱。如果他是我爸爸就好了。我也想，他是亿万富翁哎！哇哦，你们真的很有野心，不是想当百万富翁，而是亿万富翁啊！可惜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父母。当谁的孩子，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他是私生子，在他两岁的时候，他就被交给别人去领养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后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，最终创立了苹果品牌。当大家提到苹果的时候，一定会想到 Steve Jobs， 提到 Steve Jobs 一定会想到苹果。可是有谁会去追究他的出生背景？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背景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呢？最近有很多人对班主任肖老师的出生背景大做文章，甚至不怀好意恶意重伤。
如果你是当事人，是希望被谅解，还是再一次受到伤害？希望被谅解。来来来，这里啊，就是我们以后训练的地方了，怎么样？哇，这里这么脏，这么乱，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排练啊？所以才找大家来，这里打扫干净啊。老师，你找我们来是来做童工的？还以为是来练习的。现在辛苦一点，以后就属于自己的地方了。以后就不用在晚上排练了。老师，我们会把这里打扫得亮晶晶的。Hello， 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看你们那么辛苦，怎么可以躲在家里休息呢？生病了就该休息，这些道理连学生都懂，你还是老师呢？我是老师，所以更应该来给他们打气。老师，你坐着休息，看我们打扫就好了。哎呀，我，哎呀。我又不是老人。你不是老人，你是病人。看到你们那么努力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老师，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。我们一定会在区域赛拿到好成绩。除了花式跳绳，还有考试，不能忽略考试。你们看，这个地方那么大，我们可以隔出一个空间让你们读书做功课，这样你们可以运动，也可以兼顾到考试。老师，可以不要一直提考试吗？一提到考试我们就感到很有压力。不提不提，那我帮你们减减压力，看这是什么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家等一下抓紧时间把这里打扫干净，让邓老师刮目相看啊。除了培训，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尽快完成。什么事啊？比赛服装，我们需要经费。我已经写了报告向教务处申请了。主任，你还没回答我们呢。学校今年在改革，很多CC的器材和设备在提升。但你知道提升就牵涉到经费了。经费我们要不多啊。对啊，我们可以要求多一点嘛。让每个部门要一点，这个要一点，超额了，而且大部分经费都拨出去了。我们的经费是不是平均分配的？不可能，学校会衡量一下申请部门真正需要，轻重缓急。这次花式跳绳的区域赛对我们来说是关键的比赛，而且我们的队员训练得很刻苦。你们要优先考虑我们的需要。学校重点支持的是教育部批准的 CCA 项目。我们叫花式跳绳不在范围之内，没有优先考虑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除了技术表演，形象包装也是评分标准之一。没得不啊，服装你自己想办法去借。花式跳绳的服装需要配合形体动作的伸展，要特别设计。来，恐怕你们两个自己想办法吧。主任。主任，青恩，你在找什么？快手面。妈今天没煮吗？来，我帮你煮，小来再叫你。谢谢姐姐。这个是没有。对不起，妈咪今天有事，妈咪打包炒粿条。耶！妈，这是你的，对吗？你的药呢？怎么没看你吃药？我没事，干嘛吃药啊？有肝病还说没事？嘘，不要让爹爹听到。我刚已经查过资料了，肝病可不是小病哎。你干嘛查那些资料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总是爱大惊小怪的。没事，有病就要吃药。现在医药费很贵，妈妈多休息就没事了。你整天都在做工，哪有时间休息？不要再说了，记得不要让你弟弟知道。你也不用担心，妈会照顾死你的。
们公司的品牌是很高级的，你们能看中我们公司的品牌，证明你们很有眼光，赞助你们没问题。我们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要穿我们公司赞助的服装，你们的队员一定要有欧萱的气质，刘子炫的高度，还要有谢婉意一样的身材，能行吗？花式跳绳跟平常的跳绳有什么不同啊？哇，你看这里啊，花式跳绳形体多变，挑战人类的速度和在被规范空间里面的极限。跳绳是很单纯的健身运动，我从小就很喜欢。现在的人啊，为什么要把跳绳弄得这么复杂？你们是吃饱饭没事做吗？啊？花式跳绳，用花做成的跳绳啊，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呢？我最喜欢新潮的东西，你们的 idea 我的不 wonderful 有问题吗？听你说话很有趣很高兴我们喝得来我赞助你们有问题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啊？哎，能不能在花式跳绳中间再加一段钢管表演啊？啊，不可以啊！啊，岂有此理！什么条件啊？钢管舞？冷静，冷静！怎么冷静啊？花式跳绳加钢管舞，根本就在侮辱我们，侮辱花式跳绳！他是商人又不是运动员，你这样生他的气就是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说我跟一个我的夫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笑到不停。真是大开眼界，这世界什么人都有。世界本来那么大，无奇不有嘛。世界那么大，那为什么找赞助商那么难？赞助商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你回家好好休息。行吗？医生叫你回去好好休养，你就乖乖听话，留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啊。你那么有信心会有好消息啊？哎呀，试试看吧。 Life is wonderful 加油。江老师，你是肖春丽吗？江老师，你还认得我？哎，样子不同，眼神没变。你也和以前一样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老师啊，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高血压，风湿痛。我们好几年没见了。第一次见到你，那是哪一年啊？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样考试的？全部题目给我一样的答案，不准画了！你给我站起来！哎，做什么啊？造反了啊？啊！我跟校长讲，哎呀，听了你们，哎，我跟谁？肖春丽，院长要你去辅导室见辅导官，走。啊，来了，走。你是肖春丽啊？我是江中仁。你要辅导我啊？开始吧。我要跟你比赛。比赛？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我们用这些材料
设计越多可以再使用的东西，谁就赢了。赢了有什么好处？可能缩短你在感化院的拘留。开始吧。这场比赛还没结束，你在耍我啊？明明是你赢了，为什么说比赛还没结束？虚伪。因为你还年轻，你有时间证明你自己。你又想说什么大道理？烦不烦啊？有些人把它看成是非物，有些人却把这些看成可造之材，那他们是什么，就由你自己决定。即使他们是被丢弃的东西，有一天它的价值也是可以被改变的。真好啊，春丽也当上老师了。像我这样的学生也当上老师，很吃惊吧？你悟性高，有激情，又有童真，一定很受学生欢迎。才不是呢，现在学生都自以为是，都不把老师放在眼里，不管我怎么劝，他们就是不想参加会考。江老师，你说我该怎么做？你忘了我和你的竞赛吗？你是很好的裁剪师，我们都知道学生们不是废物，是有用的材料啊。联络你，他怎么还没来？电话也不接。他家里好像出了事。出了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人数不够会影响表演的。同学们，邱先生来了。邱先生对我们花式跳绳很感兴趣，所以大家要用好的表现来说服他成为我们的赞助人。邱先生好。陈曦说他家里出了事，如果他不来怎么办？哎，奇怪，一点风也没有。啊，邱先生，我有冰水，我拿给你喝啊。哎，你喝完了，我们再表演给你看。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啊，你是不是很热？我帮你抢灯。开始吧，我时间有限啊，不可以等。我来吧。啊！快点准备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燕，幸好你来得及。开始吧。往前走。开始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孩子们都练了很会，对跳绳很有热情。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帮你拿。你们太过分了，
楚先生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楚先生，邱先生，我求死了，别再说了。哎，邱先生，邱先生，你听我解释啊，邱先生。哎，好了啦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徐老师会找其他赞助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燕，晨曦说你家里出了事，什么事啊？老师，我决定退出花式跳绳。啊！心痛关的